我告诉你啊，大鱼大肉要是吃腻了，凉拌苦菊你一定要试试，清脆爽口，清淡解腻。首先苦菊加入清水，反复的洗两面，切成小段，控干水分，放入盆中，加入红椒丝、洋葱丝、一块馓子、18粒花生米，往里加入蒜末、干辣椒段、飘香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然后加盐、鸡精、白糖、一勺白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倒入调的料汁，最后用我心软的调料搅拌均匀，即可开吃。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做起来吧！